你吓死我了！大半夜的，你干嘛呢？那个苏万呢？他把无人机开到别人家里了，我帮他取回来。啊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他刚刚落在走廊里，我帮你捡了。哦，我还以为跳别人家里了。对了，你和苏万两个人大半夜不睡觉出来晃悠。 怎么，不准备复读了？啊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本来就不想读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对面这户人家特别怪？你喝酒了？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对面这户人家，他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封得死死的，而且外面还有三个怪人在监视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 是苏万的小子带的酒吧，他人呢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哎，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听啊？来来来，哎，你自己看。哎，刚才还在的，明明都用望远镜看见了。哦，你偷看我。谁偷看你了？ 是苏万，苏万他说他担心你，谁让你从那么奇怪的车上下来？哦，那个呀，那是我旅行的时候认识的朋友，我在他们车回来的。哦，借给你。干什么？旅行的纪念品。 哟，认识你这么久，也没见你给我送过礼物。哎，回去再拆吧，你在这打开就没惊喜了。好吧。 照顾好自己啊，落榜生，别老让人担心了。